这种基层的水准哦很高了。好了，果然走了，这个球又是安打，又打安打，哇！现在又要上三垒了，哇，厉害！今天魏达的打跑啊，这成功率100%，对，出现安打的几率之高啊，成功率100%。哇，这个打跑战术啊，都是很成功，起码都有推击的效果，而且四次用了，有3次是敲出安打，对，4次都成功，都有推进队友，没错。对，这个安打是可遇不可求，但是重点我们要看它推进哦，推进的效果是100%。这个4次的机会里面打了3次安打，